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将在3月18号开跑，而万金石马拉松特展即日起到4月13号在新北市政府展出，邀请网络人气插画家剑女奈奈担任主视觉设计，而现场还安排真人版的大富翁游戏。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标的物，就能够和剑女奈奈独家手绘的万金石著名景点特产及插画人物合照。万金石马拉松特展除了介绍国际认证标签审查规范与万金石历史，还有真人版大富翁游戏以及扩增实境 APP， 将万里金山石门美景和美食搬到了现场。万金石从2003年我们第一次金山马拉松到现在这么长的历史，其实我们也希望除了让大家知道说如何可以得到铜标签之后到银标签的过程，另外也可以让他了解整个历史演进，我们万金石的所有的美景啊、美食啦、还有整个真最美丽海岸线，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到市政府的一楼来跟我们一起来同乐。除了真人版大富翁，网络人气插画家剑女奈奈，她也为女王头戴上了红色蝴蝶结。这是主要设计的部分，其实粉红色，然后加上蝴蝶结也还蛮女性化的，就希望吸引就是万金石这个国际型的赛事，可以有更多的女性跑者一起来做参与这样子。想要了解万金石马拉松，或者没有办法亲自参加马拉松的朋友，可以透过万金石马拉松特展玩遍万金石。记者沈志勇新北采访报道。